叔叔好。爸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哦，你就是肉肉男朋友啊？想娶我们家肉肉？嗯，是是叔。那啥，别站着了，坐吧。咱们啊，先别提结婚的事啊。嗯。我这个人呢，平时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斗地主啊。来，咱们今天就斗一把啊！你如果说赢了，肉嫁给你没问题；你要是输了，一切免谈啊。哼。你们都不要是吧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你们都不要，那就我先，我的地主我先出啊。嗯，三室一厅，要得起吗？哦，要不起。我也要不起。要不起，那我就出啊。飞机没有啊，车来凑。要得起吗？要不起。来，六位数，这是娶我家肉肉的彩礼，还是要不起啊？20万的存款要不要？我可就剩一张牌了，我马上就要赢了。等等，我炸！双胞胎，彩礼5位数，最后一张牌，1张9，结婚证。亲爱的，你太棒了，走，我们去领证。哎，你们，女大不中留啊！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